天的新闻是由欲罢不能纵横驰骋为您播报。大家早安，我是今天的新闻主播巴辣人，为您转播一则新闻。欲罢不能期望能将有机无农药的巴乐推广出去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实作作品吧。欲罢不能自制了赖贴图，将农产品结合现代的流行用语，这个新潮贴图引起大众的争相抢购。同时他们也利用了 SketchUp 规划出专属永田农家的展场。由于手作能力极强，他们也自己 DIY 制作模型屋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 DIY 展场规划内的摆设吧。利用巴乐成长的一生，展示巴乐从幼苗时期到结果。虽然他们只利用简单四步骤呈现，但他们说其实巴乐从种植到收成需3到4年，比想象中花时间呢。此场地为视听室，由于空间有限，它同时也是 DIY 教室，希望有趣的手作课程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访。除了前述的几个空间外，还有卖场，能让消费者在要回家前买伴手礼回家，让无法来此展场的人也能够吃到健康无农药的巴乐产品。用心的他们也规划了一日行程，除了导览场内巴乐的一生，也制作了影片，使民众更加了解此商家。除此之外，还让民众可以手作体验 DIY 巴乐干以及巴乐冰沙的乐趣。他们自行设计了属于果园的门票，且凭票根可以兑换一支巴乐冰棒。由于目标客群为亲子族群，所以特别区分出亲子票，除了吸引家庭来参与此活动，也能够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，更提供销售系统供消费者使用，扫描即可得知系统操作步骤。他们有提供名片，上面有商家的联络资讯，而且设计了4款，将4款名片叠在一起即可变成一颗完整的巴乐。如此有趣的创意令大众啧啧称奇。来店消费符合资格即可获得抽鸟蛋的机会，商家希望透过此种方法能够提高顾客回流率。他们也推出了顾卡以及礼盒，而礼盒内容物包含了明信片跟巴乐干，让消费者能透过销售系统或实体进行选购。由于现代人注重环保议题，而商家的行为也大大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中的3项，以不染环境、无农药种植之名，深受大众的喜爱。我是巴辣人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